上新典礼今天下午7:30钟在外交部举行，外交部次长杨希坤代表政府以大寿锦星勋章一座颁赠给到我国来访问的洪都拉斯驻联教组织常任代表马丁博士。杨市长在赠勋仪式中曾经称赞马丁博士对促进中洪两国间邦交友谊的贡献。马丁博士夫妇是在上周到我国来访问的，他们曾经拜会了我国的政府首长，并且参观了台湾的经建和文化设施等。